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甲警政署规划安基气毒行动专案，伫春节进行全国同步执行查缉，警方联合扫荡运送伫社区大楼的中小型油头，经过报车检察官指挥，强化个案搜证质量，以充足的证据羁押贩毒者，将油头确实赶出社区大楼，幸好市民无毒的极大环境。嘉义市警察局为了落实缉毒政策，报请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检察署指挥，对校内毒品治安重点执行查缉。在专案期间内，总共查缉各类毒品案19件26人，查扣各级毒品1556.59公克，改造手枪一支，其中吸血贩毒有头9人，经过地检署申请羁押8人，法院裁定羁押7人。上压力以及低压力拢明显的提悬，务必使民众的家园远离毒害。初步鉴定有杀伤力，另外还有赃款，还有多好多几张这个被害人的这个本票，还有毒品，一二级毒品都有。农历春节期间，警方执行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，缉毒、扫黑、打砸，拢是持续打击犯罪重要工作。呼吁民众如果有发现相关的证书以及可疑的人事物，请立即办卡110电话向警察机关报案检举，建立优先通报网，共同维护嘉义市的治安。新闻，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